跑掉的，实则我的秘密基地就在马桶的下面，嘿嘿，百密无一疏，可以痛快地玩游戏了。零点，都两年半了，怎么连点动静都没？进去看。我操！我靠人呢，这都能被他跑掉，窗户没了，一定是从这出去的。我快马加鞭，应该追得上。我靠，怎么有炸弹？哈哈，听见表哥惨叫了，等下施个魔法把前面的草块变走。他其实不知道左右两边都有陷阱。我从背包取出82年冰红茶，一口喝掉。现在就可以进入火门了，防止他直接冲过来，特意用栅栏给他设置一道屏障，最后给他填上，就可以肆无忌惮玩游戏了。这小勾巴居然敢设陷阱，老子就是感觉这边不对劲。谁他妈放的 BGM？ 可恶，最好别让我抓到。隐约感觉这小子就在附近，不行，我要小心提防点，挨个查看一下。我操！这个狗东西真是诡计多端，我直接用珍珠飞过去。两边都给我放陷阱是吧？以为我真没办法了吗？我靠，你居然也可以进来。你小子还敢放铁栅栏挡着我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哟呵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老子今天必须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不然真当我的真理是吃素的。我操，你小子不讲、给你废个屁的话，直接玩会儿游戏。